先是有令，此犯秘密关押，消息不得走漏。另外，再多派一些人去崖下找那鲛人，否则心机醒来是要问责的。是。这里是仙师府。 断尾了，脚术也没了，我的灵力不够给你治疗，这怎么办啊？是谁？ 你干什么了？是不是你伤害我们家世子？哎，我你干什么？哎哎。 瑞斌应该很快就到了，我刚刚给他指了血，赶紧带他去山下的客栈休息，那里是凡人生活的地方。仙师府的弟子不便大肆搜查，迟一些我会来与你们会合。谁？为什么？你无需知道太多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仙师府要杀的人，我定会救；仙师府要做的事情。 我也定会阻拦。我来找他，是因为他就是我空明的机缘。去西边看看，那鲛人被姬云和捅了一剑，跑不了太远。是。快！不是，谁是俊河？姬云河就是伤我们家世子的。闭嘴！如果不想让你家世子断尾又断头的话，还不赶紧走？不是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管好你家世子。哎，世子。 师兄，西边果然有人。金宁，你们先退下。师兄，退下。撤。当年一别后，你毫无音讯。 如今却突然出现在露台山脚下，这应该不是碰巧吧？空明师兄，不敢当。
我早就不是你们仙师府的人了。师兄可曾见到仙师府正在追捕的鲛人？见到了，人是我放走的。那又如何呢？不必再徒劳了，我是不会让你们找到他的。话也说完了，我该走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要与师父为敌吗？师兄，回头吧。当年你药力阵法双绝，至今仙师府无人能比，你为何要叛逃？你只要低头认个错，师父宽容，他一定会带你如初的。成宇，我一直以为你看人看事通透，可没想到时至今日，你还是没有看穿他的本性。我自幼就被师父收养，他对我恩重如山，视我如子，这就是我所见到他的本性。若有人妄图加害于他，我定不会轻饶。于仲，孔明，程宇上仙，这是要捉拿我回去吗？你明知我绝不会对你出手，那就盼着以后再无相见的可能吧。程宇失职，鲛人仍然在逃，还请师父责罚。你要向为师汇报的，仅仅只有这一件事吗？弟子确实放走了孔明师兄，甘愿受罚。弟子相信他只是一时糊涂，总有一天他会迷途知返，再次成为师父的左膀右臂。兄弟人伦，人之常情。你与空明同时入府，当年他待你如同胞兄弟，你会心软，无可厚非。但前路是劫，亦是道。他既然选了他的路，你就要坚守好自己的道。若有一日逆道而行，终究还是敌人。程宇誓死追随师父，绝无二心。区区鲛人丢了也无妨，倒是那个新奇之物啊，颇为有趣。来，陪为师去看看。